Yeah, yeah. Michael on the beat. Mm-hmm. Yeah. Come on. 流感的个案数字不断飙升，但系一直一直都冇公布任何消息，令到呢个城市每个人都充满压抑。究竟几时先可以真正休息？我想休息。Yeah, 流感。发到39.9度，即刻攞块小林退热贴贴俾个头度，贴咗个零钟都仲系维持呢个温度。饮完淡水，我成个人瞓咗喺度，之后瞓翻起身换翻件衫就落咗去排个急症睇个医生。点知个医生问咗我两句有冇药物敏感，唔够两分钟。